ただ、今のオーラが立ってる場所はあんたの時飛ばしのはるか先だ。さすがのブルーでも長くは持たねえか。一気に決めた。 这无与伦比的龟派气功直接把天使巴朵斯设置的氧气罩都打碎，裁判飞了，观众席也飞了。幸好静止的维斯和巴朵斯立刻把氧气罩复原，才没酿成大祸。而就在刚才，危急时刻希特再次进化了时间静止的长度，从而惊险躲过了悟空的致命一击。十倍界王权还在快速消耗着悟空体力，见此向帕赶紧命令希特不要应战拖到赢。凯被劝他三思，这也实在太没尊严了。可向帕哪管这些，你们都是让我赢的棋子吧。 这两位突然展现的霸王色霸气竟能吓到破坏神，随后他俩达成共识，就让他见识一下我们可不单纯是棋子。都同时爆发强大气息，瞬间向对方冲去。希特再次施展长达 0.5 秒的时间暂停，对着悟空疯狂输出。这结结实实的几十拳，直接把悟空打得气息尽散，无意识向下落去。可当大家都感到绝望之时，他又突然一动，红蓝之火瞬间燃起，一拳重重打在希特脸上。 希特的身体随着惯性重重砸到牌子上，这一回合两人完全是平手，都受到不小伤害。再次都强忍疼痛站起身，悟空长出一口气，突然拜托比鲁斯能不能将比赛的规则全部取消，因为这对希特限制太大了。作为杀手的希特，如果可以杀人，刚才自己绝对已经死掉了。希特疑惑地看着这个为自己争取，岂能能够豁出那一步呢？你啊，克拉瓦内萨。向帕可太高兴了，立马夸赞这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。可比鲁斯怎会同意这对他方实在太不利？于是两个破坏神又开始没完没了的吵起来。悟空和希特只好约定私下再好好打一场，然后体力快速流失的悟空直接跳下擂台，主动认输。放松后的身体瞬间痉挛抽筋，摔在地下，再也站不起来。等他恢复后，面临的可是比鲁斯的无尽怒火。不过悟空淡定解释，不是还有最强的莫纳卡吗？